大哥，这样拉绳力多了，跟开挂了一样。M仔，这还是打小就出名。<笑>今天去大河放圆方龙，看哪个俊英比较多。哇，又是个大工程。走，挖饵料。先挖多少啊？走啊！哇，是个大条。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走。M仔，要工具带齐了没有？带齐了，麻绳、四根绳子、两个滑轮。 你的饵料呢？在我这里。好。世界太啰嗦，不反对我说。像我这样的老百姓，谁会在乎我？在哪里啊？找个三岔路口，把地铜线放这里。啊。哇，这样宽敞多了。飞哥到了，就这里了。好，我上去绑绳。飞哥，上面站的高望的好远啊。我下去先。好。 这个传说中的猴子，飞哥走，放那边去吧。好，飞哥，那个线慢慢放。好，我来嘛，不用，我来。啊，你来，你来，你来。<笑>你这么不客气，小心一点啊。好，M仔接到了，你眼睛不要往上看啊。好，M仔，我去拿螺。好，我在这里等你。好。 M仔，快点啦、啊！你在干嘛？等下，我先把左下的游戏福利领完。那个游戏我玩过，也就上天给了个168。你不要玩一下就不玩啦、啊！福利是神奇累加的，你要用泥巴马仙岭的神装，然后再去养龙寺挂机，等下了就能领酒钱。这样啊，我再去玩吗？好，好了没有？没有，我来。啊，我拿不？好，饵料，饵料。哦，好臭啊！来，滚，再搞快一点，再搞个，哎。 飞哥，来拉起来，好，可以吗？可以了，就这样，先绑起来，好，绑结一点，结一点，好，吊起来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别急，拉，哎，拉，可以吗？再高一点，好，绑住，好，可以吗？可以了，下一个，好，上船，飞哥，好，哎，饵料全部都上，好。 来，先绑上，好，飞哥，你这边我那边，好，等下我喊你放，你就放啊，好，飞哥，一起放，好，放，放好，把线藏好，好，我过去接你，好，飞哥，上船，好，往中间走，这是我们设置的大门，回家，看你飞得快还是我们快，挺快。 飞不飞进？我们今晚看鲁哥，好，回。